这娘俩回来了吧？哎，这个也回来了，在路上偶遇了吗？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在路上，我不知道我爹怎么了，就是有一个买的波波机啊，在后边波波机，然后我寻思哪个傻，寻哪个傻，你不当这个傻。大伙一起吃呗，真大方。你得帮我接孩子啊。嗯，大橙子今天上外地了。波波鸡。来。嗯，这波波鸡咋热的呢？新出锅的呗。有可能是路上晒的。没有，就在这门口买的。妈，思考人生呢。啊？思考人生呢。我妈问我们，从这走到夜市需要多长时间？我告诉她5分钟，她说要去跳舞去。你这问的话都没有逻辑啊！问夜市在哪儿吧，要跳舞去。我走到夜市那找一个人儿啊。你以为我上夜市吃完再去跳舞去？啊。就想俩就去溜达溜达一圈。大哥刚来电话了，不用接了。那咋没跟我说呢？他一直以为是我接孩子，根本没提到你。他回来吃啊。啊。嗯，乐死我了。那个小李子说大橙子一会儿回来吃饭，明天他上外地干活去，今天早上给你们讲啊，把柜里面那个裤啥全翻出来了，挨个试啊，有的都瘦了，就不知道穿啥好了。是因为啥呢？明天他有个哥们儿结婚，人家约好今天晚上过去，大伙儿聚一下子 happy 一下子，完明天人正日子参加婚礼，下午就回来了，结果呢好像是明天有活去不上了，这裤子白试了。哎，就那裤子都穿了，瘦了呢，在那研究呢，给谁呢？给德宇他穿，在家研究呢。妈呀，我姐夫那裤子衣服可不好剪，他太瘦了。就是这个，那是叫七分裤吧？一穿都这样式的。我说你快赶紧别穿了，完还在那说能穿，老磕碜了。他胖了吗？记不记得穿那个豆豆鞋上面那个裤子啊？穿不了了，我也没感觉他怎么胖，但实际上他真胖。人岁数大了，越来岁数越大。发福，但是他也长秤了。哎呀妈呀，乐死了！一会儿来我就嘲笑嘲笑。埋汰他。因为什么呢？他都跟我商量好了，今天晚上我让小李子接孩子，明天我得起早送孩子。我都想好了，今天我就早点睡，明天定闹铃啊，我骑电瓶车送孩子，这明天就不用我了。我就有命，我跟你说，哪个老板呢这么讲究啊？明天让他干活去。上次还剩了一块肉，今天再做做水煮片，我发现大伙都挺爱吃的，尤其是咱们大人。妈，这肉是不是你们干熬来的？啊，俺家的，就是那个农村猪。你没事就翻翻，家里有啥我就送送。你们不自己去取去呗？那能好意思吗？你得送。事儿有点多了，妈。嗯，晚上我去翻去。一唱一合，咱俩吃啥拿啥。你家冰箱里面，要不然你说老占位子，我先给你装过去。就是的，俺们往肚里装装。哪天呢？我想买点大骨头。哎呀，妈，不会酸菜吃吧？妈，不，哪天不如择日，不如撞日啊。今天是不行了。今天不行。赶哪天下雨天？我看天气预报了，过两天就下。行，雨天喝点热乎汤哈。哎，快六点了。快走了，你别再吃点吧，做水煮肉片。哎，咱爸一会儿来不来呀？你爸可能来吧。嗯、你爸刚才也在家吃饭，俺俩在家都吃饭了。那别让他吃了。你爸煮的鸡蛋，嗯，泡的木耳，煮的木耳。姐夫，你那不怕？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好好，哎，再见。哎呀，妈，你来了。今天还去吗？不是，你不是。明天上八家子吗？听说我就现在就得去啊！完，明天上敦化，本来我今天晚上上敦化的。阿妮，你帮我接孩子吧，我告诉你。又让他接了。我告诉你一声，我走了不行，要等我接完孩子，等我到那都八点了。你看我爸一不好，干完活都得11点了。你穿那身去接没事儿。那明天呢？明天也得你接，明天我在那住一宿。完了，白美了。明天我送孩子吗？那你送吗？早上我得送。嗯呢。那你今晚不回来？今晚回来。那为啥明早我送呢？明早我七早走。行了。六点多走。那好了。明早我6点多走。你现在走就行了。那小李子，你接着帮接孩子吧。对呀，这不换衣服了又。空欢喜一场啊！阿明，啊，你看这个，
那你说他现在出现有啥意义吗？他就来气你来了。大米饭就少焖点吧啊，有一个人不吃。谁呀？他呗。那他来哪来了？他来取快递来了，然后紧接着就走。别心别别气，没关系。刚才还有声有色的跟我妈在那讲述我姐夫换裤子衣服的事儿呢。要不说没好心眼的也没找好工作，那么开心，现在就有多伤心。哇塞，这肉片爸爸真实惠。准时到达呀，闻着味儿来的。做好了吗？做好了一道菜。啊？你不在家吃了吗？我没在家吃啊。我妈说你吃了。那就吃了几个鸡蛋。鸡蛋也行啊。这黄瓜不是水果黄瓜，是旱黄瓜，皮厚。爸呀，你再别给我买茄子了。啊，别给我买菜了，你这买菜吃了好几顿才吃了，今天最后一顿茄子。你们也不吃啊？不是不吃啊，那不能天天吃茄子，你买的量太大了。俺们一顿三根茄子，你买十来根。他喊小姨。嗯。嗯。忘了桌子，换个老式桌，这桌桌子太累了。那个练铁定的。这个一定行。指定行。这是今天我们的晚饭，这菜丰不丰盛？给你们，你全送回来。韭菜啊，嗯呐，韭菜油麦菜。这玩意辣吗？不辣，不太辣。你都能吃辣呢，人家不能吃呢，他这个吃不了。下回买点清汤。我泡水吃，我也吃不了。马上喝水。那金针菇在那吃的比谁都香。嗯呐，那也不辣，嗯。好像捅孩子脸上的饭。是吗？嗯。不是妈妈，我茄子过敏。真的，真的，这把马嘴。是吗？那你爸吃。那怎么，你们俩真的，这也过敏，那也过敏，真的，他俩真的还过敏。吃完你妈这几个。那他过敏，他有啥招？他就有这过敏源。对。那咋不是真的鼻涕呢？那是真的吗？是啊。哇，那叫那个真的花。你们都吃冒汗了？谁冒汗了？你，哈哈哈哈，冒汗了。晚夜饭够吃吗？一碗你多啊。嗯。真像了。行了，就这些了啊。哎呀，太像了。